再来看桃园这温日线的工程，造成附近店家生意哦，拢受到真大影响。桃园的地方税务局就提供店家哦房屋税优惠，也唔过哦优惠是优惠厝主，损失是只税厝的店家。所以，有议员建议讲，市政府应该要有配套。桃园这温日线工程进行，过啊工区四口的店家和工程河南冻掉的，生意真受影响。桃园市政府虽然针对公共工程影响房屋，和房屋税减免优惠，也毋过承租店家会当讲无实质受益。无方便，阁无人入来买哦，夸张啊！可以说要收起来的程度，应该是要补贴我们做生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啊，我们是租的，对我们来讲没有补助到啊，受影响是我们啊，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没有什么作用啊。这怎么办？就是撑啊！第四局统计，前期因为这份施工影响四口户的厝已经核准，房屋税减免5110件，税价大约是1168万。三个以上如果是全部封闭、全部阻断的，我们就是七折。那如果是部分阻断，就是单面封闭的那种，就打8折。第四局表示，桃园房屋税减免是六都上优惠，公用工程达到3个月以上，相关会当减免30%，也希望厝头家会当让利，促使厝卡长期作用。不过，租赁市场是供给需求问题，公款就无适合过度介入。减征房屋税的美意，要能够真正的补偿到受到影响的店家，尤其是有很多店家，他跟房东签的是一个长约哈。经发局也应该要积极的增加一些减免的项目，增加一些补贴，甚至辅导商家做更多的通路的铺排。议员认为，真侪店家根本不是家己有厝，帮助有限，应该要有配套减缓公共工程对店家所造成的损失和冲击，也建议市府愿意拿厝头家有出租事实，搁提供厝卡减租的人，另外提悬减定比例补偿店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